我已经听讲那么多话，讲那么多话，但是做不出一样东西。今天在雪兰莪州，前年2011年给了200多份的奖学金，才两份给华人，才两份给华人。Yes, yes, yes。去打仗，2018年去打仗，反对党胜了，他做什么？去打仗有民主型的党州行政胜了，做什么？把去打仗的唯一的台独场啊，唯一的华人台独场啊，关掉，关掉去打仗，不啊，民主型的党假烂咯，比赛都爱亏，亏到底是。5年了，还没有开。金达州的宰猪场在反对党的政府里面，去了哪里？去了哪里？工厂去了哪里？各位，不要问我，去问金达州行政院。不要问我，去问金达州的门厅上。去问，不要问我，我讲是实事。所以各位。今年庆祝农历新年、水神年、龙狮大闹元宵节，明年会更好。明年要是我们的国政再继续的来执政，我们会更好的、更大的龙狮大闹元宵节。加油！不是这样，反对党没有发。